们祖国南方的大城市。2月13日，应邀来我国做友好访问的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·西哈努克亲王和他所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到达广州，受到广州市人民的热烈欢迎。西哈努克亲王接受了广州市少年儿童的献花。14日早晨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我国首都北京。柬埔寨王国是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、物产丰富的国家。中柬两国人民早在1700年前就开始了友好的往来。今天，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，是中柬两国人民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新的开端。中国人民相信，经过西哈努克亲王的友好访问，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，互相本着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求同存异的精神，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。14日下午，到北京机场欢迎贵宾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、社会各界人士、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学生、各少数民族青年、佛教僧侣和其他宗教信徒等6000多人。各国驻我国外交使节也到机场欢迎。3:05，西哈努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达北京。乐队奏柬埔寨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哈努克亲王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检阅仪仗队。学生向西哈努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人员献花。西哈努克亲王和欢迎者一一握手相见。西哈努克亲王讲话。
西哈努克亲王说，我应周恩来总理的盛情邀请，有机会来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中国，访问这个友好的国家的首都，感到极大的光荣，同时也感到十分幸运。作为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团长，我愿借此向中国表示兄弟般的亲切的心意。他最后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和平相处，互相尊重主权，将对于使世界能在友好、自由、和平中生存提供一个榜样和办法。欢迎你，西哈努克亲王，欢迎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。下午，周恩来总理举行酒会，欢迎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人员。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干杯。15日下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接见了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团长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和代表团全体团员。接见时在座的有刘少奇委员长、周恩来总理等。中国人民十分欢迎西哈努克首相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，我们深信恢复和发展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，对于加强亚洲各国间的团结合作和加强亚洲的和平将有巨大的贡献。